好，男子单打续星梁靖昆也是我们最后一场六进三的比赛，现在开始。梁靖昆粉丝有娃娃军团哦，这我们也在听，这个粉丝年龄跨度很大呀，都是全是小孩在替他加油。2-0，梁靖昆还有得分。3-0，梁靖昆一上来进入状态的速度很快，对，把局面打开了。3-1。哦，漂亮！4-1。刘又强指导，也是梁靖昆的主管教练。嗯，非常漂亮，是哇，这感觉怎么跟龙队刚才那场上来第一局有点像呢，得调整调整啊。对，调整调整，第一局技术状态还是相对慢一些，要比这种年轻人。雨欣从去年到今年的话，他的反手进步很大，还有这种主动发力啊，包括被动的这种转攻啊。7-2。对，7-3。4-4。梁靖昆的质量还是很高。是的。他今天上来打法还是蛮多样性的。我们今天最后一场单打比赛，不是现场很多观众在看，还有很多没有比赛的我们国乒的球员啊、教练都在边上坐着观战。对。9-5了。机会球，着急了，球有点短。
擦边，7-9。擦网，7-9。擦网重发。三个局点。11-7，这样的话，梁靖昆率先拿到第一局的比赛，1-0的比分。我觉得还是梁靖昆。如果这个还没有看过这组照片的朋友们，可以在新浪时尚搜索陈曼复古国乒大片。第二局上来，许昕先得1分，1-0。这一声是肯定是吧？许昕还是这种。他主要别扭两个合同。哇，梁靖昆加油，梁靖昆加油。好的，1-3。梁靖昆也是我们上届地表最强男子单打的第二名。擦网，1-3。加油！加油！梁靖昆，你看他有劲儿啊。他还是在想把许昕这个跑动范围拉大了去打。对，因为许昕这种半侧身去瞄着，主要许昕得分手段，你看是用正手嘛。对，打的许昕很难受。许昕想侧身的时候，一下给到直线。擦网，4-4。5-4。梁靖昆加油！擦网，5-4。擦网重发。5-5。对，许昕有一个特点，你看正手他拉球特别的拐，所以作为右手来讲，这个球线路会非常难防。这是他比较有特色的一个球。
梁金坤的发动他的拧还是非常狠的，嗯，不给许昕太多空间。6-6，再次打平。这梁金坤机会没有打上。梁金坤，加油！其实过去一年，无论说许昕还是梁金坤，许昕在混双上有很大的一个成就，梁金坤在个人的单打上其实也有很明显的进步啊。嗯，许昕在其实，在单打上有很多进步，然后之前在这种公开赛上拿过好几站的这种冠军，嗯，单打冠军。嗯，我看梁金坤是去年一年他在最后把世界排名稳定到了这个前十当中啊。现在7-6的比分，擦完6-7。擦完6-7。哎呦，好球！这是三度打平，7-7。是，就是正手锁直线。嗯。那线路非常好。许昕摆的非常好，9-8。对的。从数据段来看啊，梁靖昆对许昕两人之间的反手得分是13-3，梁靖昆在反手得分这方面有很大的优势。9-9平。来到现在基本上从5-5开始之后到现在一直都是你得一分我得一分，对，非常焦灼。你看许昕突然发球变了个长的，嗯，特别突然，但还是许昕先拿到了局点。嗯，许昕是那种会特别注重自己发球局要拿分的，是因为直拍的话他肯定是这样的。10-10啊，再度打平。梁金坤也比较坚决，高一点上去就直接跳。嗯，
又是一个反手长，这球就破你过来想办、想你。嗯。擦网，11-11。擦网了，11-12。对，梁坤打了个擦网，是，然后又是梁静坤的局点。漂亮。这样的话，梁静坤在第二局以13-11的比分拿下。2-0的情况下，好，第三局。那梁静坤战术特别对吧？就是你怎么样，我都上来先拧起来，跟你形成这种上旋球的这种是对攻。1-1。擦网重发，擦网2-1。拨板相持。哇，3-1啊。这球发了个拱的，那个不见了，顶到两边去了。质量非常的好啊，对，整个人要更兴奋一些。嗯，4-3。擦网4-3。4-4。4-4打平。许昕还是过去几个球抓住了在前三板的一个得分了。5-4，在这一局当中，许昕是第一次把比分反超了。对，漂亮。
还有一些变化，往前抢了一步。发球发到这种正手位的这种勾手不转了，变成这球还是差了点儿，6-5。这几个球我觉得很关键嘛。这局如果许昕再被追回来或者是被赢的话，状态就很难上了。3-0就很难，对，一直被压着。如果这局赢了还有戏。哎呦，梁靖昆这几个球路的选择非常果断，就是擦网降低了一下质量，然后梁靖昆把握住了机会，6-6打平了。刚才许昕发这种正手位不转，然后梁靖昆正手位没有接好，然后想过来反手拧，这个球许昕算到，然后发了一个反手位的一个短球。这种球肯定是许昕正手如果罩住的话，拉你两条线的话会是很难防，所以许昕的这种正手质量还是非常高的。发球失误了，对，9-6。10-6，许昕拿到局点。11-6，许昕终于拿下一局，这样的话大比分是2-1。对，这样双方还有一些焦灼，一般打穿不太一样。1-0。擦网，1-0。1-1。梁靖昆能在每一局的开局阶段做到比较好的一个表现，然后在开局首先先确定优势，2-2。落点意识非常好，找到了梁靖昆的中间位，但梁靖昆没有发上力。感觉双方的粉丝都已经厮杀起来了。
给许昕算到了，在梁靖昆给他的斜线。3-5。肯定是许昕，对，刚才正手如果跑起来还是许昕会比较占优的，许昕正手能力肯定是非常好的。擦网3-6。7-3。你感觉从第三局开始梁靖昆就感觉没有太多使上劲儿的球，是逐渐争多了。他还想打多板相持的话，许昕不太给他机会了。对，他刚才应该有三球的失分都是在跟上一局一样，上一球类似的这个情况。7-3。7-3。8-3。3-9。你看这个球确实进步了非常多。第四局了，跑开了。3-9啊。许昕还是非常能缠的，为什么叫大蟒呢？他要是能缠住了，我们就又能再看天王山了。哎，4-9。自己刚才复盘了一下这个球。漂亮，许昕现在在领着梁靖昆往他擅长的地方去打哈。10-4。11-4。形成那种正手跟正手的对抗，许昕的话还是确实占优一些，对，而且他还把这个距离好球！这种看似机会的球，对许跟许昕打都不太算机会。这种许昕在这种中远台能力还是比较强的。昨天我在这方面吃了很多亏。我刚想问你，你最怕许昕给你打什么样的球？你自己就回答了。他昨天晚上有深刻的反省哈。2-1。梁靖昆这球丢了，发板等着许昕去撵。4-2。过去两局许昕都是在比赛中段的时候把这个差距拉开了，就一下子打的梁靖昆找不到这个得分的方式。梁靖昆还是拼命的去抢上旋，你看，还是。
哎，还有，漂亮，五，还有，漂亮。这球是机会，是连续得两分，五比三。许昕算到梁金坤这球发长的了，然后机会球没拉到，自己也感觉比较可惜。梁金坤还是想拧起来，然后许昕发出一个正手定出台球，反手拧不了，正手一挂，质量比较低，许昕侧身反拉他。嗯，咱们现在场上的比分是四比五啊，许昕四，梁金坤五。这球许昕好，好球。因为发这勾手发到正手位是不太好拧。嗯，6-5，两人的得分的点确实各有不同了，对，各有所长。这两个球梁靖昆有一些变化的，从他发球来讲，他站在这种中间位来讲，中间位来那个就是来准备了，然后许昕等于打到他那边，他都左来左打右来右打，就直接形成这种上旋，就不让你不给你调动我这种空间了。嗯，梁金坤连续的得分，分差来到三分，8-5。八比五。嗯，这球发的很好。许昕反手比较硬朗，连续追两分，梁坤就要暂停了。哇！他在调动许昕了。对，梁坤这两个球还比较硬朗，如果犹豫一点，反手可能就出不来了。这个球。7-9。
梁靖昆先拿到局点。对，他这球发完之后在球台上落了好几跳，就证明他很转很低啊。10-8，一会儿回来是梁靖昆的发球。使劲的球迷，五五10-9，梁靖昆这球也算到了，但没有拉上。这两个球许昕也非常坚决，反手拧了一个中间，正手挑了一个正手。继续比赛，看这球许昕怎么处理吧。许昕敢不敢发直线或者是发长球？哎呦，可惜了。他说发的其实是让梁靖昆已经没赶上第一点，但自己反拉可能站得太远了，这个球重心不够。这球还比较可惜。好球，梁靖昆！这样的话，12-10。再下一局，他先拿到。那么，如果许昕能拿下这一局，两个人还有的打。0-1，0-1。先下一分。这个机会，梁靖昆有点着急。
心变高抛。5-4。5-5。许昕今天半退台好多球，嗯，拉的不是很好。非常赚。6-6打平了，分数再次打平。继续比赛。这边叫了暂停，7-6。梁金坤现在发球都站在中间了。这球是许昕的球，因为刚才的战术起作用了。好球，林志杰球也是算到了。这球很关键了。王金坤发球。嗯。好好。7-9。啊，许昕的反手。这样的话，许昕拿到这一局的局点，这暂停还是非常有效的。是，7-6落后，连赢了4个。11-8，这样的话许昕拿下了第五局的一个比赛，第六局的一个比赛，又到了第七局，又到了第七局。用这两个发球
现在还是非常果断，上一局扭拉起来。嗯。七局开局上来，梁靖昆先拿了两分。梁靖昆这球防得非常好。3-0。挑得很好，节奏感很好。许昕的反手很强势。球，你看许昕这个发球发到高抛，然后发到梁靖昆的正手位，很大的脚，梁靖昆这球没拧出来质量，侧身去摸了一把直线。看这球，梁靖昆已经在正手位了，然后打了一个反脚的一个脚。3-3，在开局落后三分情况下连追三个球。连下四分啊！嗯，这许昕挑到梁靖昆的正手了，梁靖昆还要护反手这球。梁靖昆戳许昕的正手了，这球换场地了。这局就完全靠他们俩自己了，暂停也都用完了。对，看谁的临场变化，谁的经验更足一些。5-4。起球这球，对许昕觉得有点可惜。对，他可能预判是能够碰到桌子的。5-5打平。5-5。哎呦！哎呦！还有。哇，这有一点运气成分。这球打哪儿了？这怎么？我们啊，看有没有回放？有回放，看看这球怎么打那么远？是不是打擦边了？没有没有没有，还可以。再看一下。这球，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正手一兜，你看，
有，这就弹回来了。啊？按道理来说，不应该。我昨天那个就是吃太多亏，就都懵了。似曾相识是吧？对。这两个拳打得好，七比六，双方运动员继续比赛。对，梁明春只能这时候只能强行的去突起心，想如果保守的话，就觉得不太可能。这个战术利用了好几个，就是发完球之后挑许昕中间，而且是轻挑，让许昕这时候接不上力，然后去拉一把，然后再围这种斜线，有套路，套路有招。连续两分，现在是把局面掌握在自己手里了，8比7。你这反手也是比较过硬啊，这个球。嗯，再次打平，8比8。而且现在敢下手，许昕罚球，这一球。许昕也是连续两球得分，9比8。这两人实在把这比赛打得太焦灼了，太精彩了这比赛。梁宁坤肯定还是想拧许昕的正手的。感觉突然一个加速啊！我真心知道。许昕对这种战局的这种时机把握太准确了。10比8，许昕拿到整场比赛的赛点。梁玉坤现在心理压力特别特别大了。许昕也感到比较可惜。看这球怎么处理了，比谁胆儿大，这是。过去几局他俩已经打过2个10比10了。这球。反手非常过硬，这个球对梁金峰这球很过硬，这球稍微犹豫一点，可能就会很敢啊他。对，这球稍微犹豫一点，可能这个点就找不到了。各位观众，在我们今天的第三场抢七大战当中，
又出现了十比十打平的情况。阿曼，你觉得这场决胜局会打到几比几呢？这个我出难题，这就交给上帝了。还有，哇，这是许昕擅长吗？太漂亮，许昕用太漂亮了，中台周转能力，这个球确实很伤气势。在我们的现场已经有观众朋友们站起来了，很激动这个球。再次来到赛点，11比10。许昕这么兜着你的时候，确实难受，是吧？谁难受谁知道啊？谁难受谁知道？他的心里话。你看梁靖昆也没有，就是你这个球也频频吃亏。还是发补的，再次打平。这许昕有点着急了，他算到肯定是发了这位置一个不转的。你别说观众想站起来看了，我想站起来看了。我们三位现在已经完全就是转过身来，直接看向这个一号牌。对，我们直接已经在看赛场了。梁继坤该怎么处理，敢不敢过来拧？有擦网11平。中远台去打，嗯，点击球非常巧妙的，给了一个这种梁靖昆的这种中间位。但是许昕已经两次拿到赛点，他在这一次拿到赛点，他得把握住。还算球能力吧，推完之后他之前都是这种侧身去半瞄，这个球等待正手位了。擦网，11比12。恭喜许昕，13比11，4比3大比分拿下了整场比赛。我觉得他今天采访得说，赢这场也有你的军功章，是吧？你昨天陪他练过了。应该不会了。